有很多女仔都会有一个幻想，就是如果我男朋友是摄影师咁就好了，咁佢就可以无时无刻帮我拍好多靓相，仲有啊，搞创作嘅男仔一定好浪漫噶。如果你真系咁谂，咁你就真系好傻、好天真，因为现实并唔系想象之中咁噶。下个星期就系 B B 嘅生日，我究竟带佢边度玩好呢？又要够特别、够难忘，仲要冇乜人，咁我哋先可以好好倾下偈、影下相。都是看下 DC Viva 香港攝影好去處，有什麼好介紹呢？日於去這裡啦， BB 一定沒去過。 BB， 下個禮拜我生日了，你打算帶我去哪裡慶祝？你放心吧，我已經想好了，包你滿意。真的假？BB 快點吧。喂 BB， 你快點過來看看，這裡真的很漂亮啊。B B 啊，南生圍呢度咧真係好出名，真得佢係攝影人嘅聖地，有好多嘅電影都喺度取景，就好似島上嘅鐵三角啊、甄子丹嘅導火線，仲有好多好多嘅劇集。你睇呢邊嗰條橋，同埋嗰邊嗰間廢屋，真係好靚。我想去迪迪尼同米奇米尼影相啊！啲地方邊好玩噶？又多人又逼又冇景喎，最重要係咩啊？冇得擺腳架啊嘛，點影相啊？點啊？今個生日係咪覺得好開心咧？係啊，特別開心。誒，咁我哋影多啲相先啦。一年幾次乜乜乜紀念日同特別節日，做女朋友嘅梗係要搞盡腦汁諗送咩俾男朋友啦。咁男朋友都要好好地諗送咩俾我，禮尚往來，時常識吧。但結果係 ，B B， 睇到未？生日快樂！你估下我送啲咩禮物俾你？噠噠，係咪好靚啊？我趁你唔留意嘅時候咧，捕捉咗呢個優雅嘅眼神，我仲特登將佢搞到黑白，係咪好有活咧？生日禮物、情人節禮物、周年紀念禮物、聖誕節禮物，次次都係一樣嘅禮物。如果係你啊，你會點啊？B B， 你听我讲，你唔系啲普通港女嚟噶嘛？你点会咁容易跌入呢啲消费陷阱嘅？系咪？唔系啊！喂，点啊？系系，你讲咩啊？知十二四十二点八对咗啊？系系，几钱啊？7990系咪？好好好，你等我嚟啦，转头落嚟，转头落嚟。系系，好，你等我，你等我，拜拜。不要再想了，会坏脑的。哎呀，你看啊，条手链就说贵，差不多8000元支镜头就说值，都不知道摄影师是想什么。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个摄影师男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人免费帮你拍漂亮，但是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B B 啊，你过嚟啊！你帮我去嗰边，我帮你影张相啊！好啊！靓唔靓啊？靓啊靓啊！不过你褪后多少少。咁样，准备啊！
再厚啲，再厚啲。系系，hold住 ，hold 住。OK 啦。我要睇。喂，冇住，冇住。唔得，我要睇啦。俾翻你啊！难噶。你或者会问我，摄影师男朋友咁唔掂，点解我仲要同佢喺埋一齐呢？我会答你，因为佢够执着，够 professional。正所谓认真嘅男人最迷人，其实佢都系几可爱。B B 啊，俾只手我。你睇下，佢好关心我噶。阵间咧，我要执相啊，所以唔得闲落街食饭。你帮我买麦当劳啊。你知道我食咩噶啦？我要可乐加大啊，唔该。啊，仲有，我要多啲茄汁啊，唔該。